来了来了，那就选哪一个？那我就选这个。你确定？要不选这个？算了算了，俺就吃这个。那你咋不吃？该吃饭，今天来做的拌面。我这咋不饿？给你不让你吃。你不饿？我不饿，你吃。我都看见了，你当我眼瞎啊？又想骗我？
真不吃啊？那不吃，你吃你吃。我才不上你的当呢，一会儿就有肉吃了。老婆，我看你刚给昨天藏了啥一个？没藏啥，没有啥。没有啥。嗯。我看你给他买牛肋排，你这是在做牛肋排？没做，我冻的实实，我咋做呢？可想吃了，嗯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吃饭了？来了来了。就鸡排咋不吃？等下吃鸡排，我先吃碗面皮一吃嘛。你以为我没看见你给鸡排抹了芥末？看谁笑到最后。吃鸡排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